咱们来看一下这个三国战记啊，这个双张飞配合的话，这个 BOSS 啊也多惨。好，咱们先看第一关。哎，这边打尾联的时候稍微出现了一丢丢的失误啊，这边要重新往回找一下。好，三下前前 A 再接三下打尾联，这应该是直接带走了。好，最后一个狂风式加这个神龙摆尾啊，直接带走。来到第二关，第二关先由这个白张飞打，打的过程之中把这个黄石公给撞出来，然后魔张吃上这个黄石公之后啊，交接魔张飞的伤害要比白张飞高，然后直接黄石公。这个黄石公的话，魔张飞是一个满级状态啊，就是魔张飞这个使用这个黄石公是非常非常强力的啊，直接给这个大马电。这里来到了这个夏侯渊啊，直接把夏侯渊给他引出来打，然后白张飞直接抱一条气儿，使用这个夏田拳啊，就是这个神龙摆尾啊，去打打波点啊，伤害非常高。好，这边追完毕之后能量也消失了，能量消失了之后啊，就由这个魔张飞来打，魔张飞的伤害会比白张飞高啊，白张飞暴气的时候这个神龙摆尾伤害是非常高的。来到了这个墩哥，好，直接顶到角落里准备一套给他连死。好，这边开始打尾连啊，这边这个兵不用管啊，刚才这个兵的仇恨值明显在白张飞身上，所以说根本就不用理会。最后一个追地啊，直接一脚踩死。这边来到了一个张辽，好，直接打上一套完整的四招一式，然后直接扔毒暴气，然后两个人合击，最后神龙摆尾取手，最后再踩一下追地啊，踩一下这个追地主要是为了把这个四招一式打全，不然你再打的话会丢招啊。就是这个四招一式是什么东西呢，就是这个在三国战记里边，哎，这边出现了一个失误挨打了啊，这个小失误不应该。好，最后血杀卷死。就是在这个三国战记里边，你打啊，就是你打的时候有这个连续的攻击嘛，这个连招啊，就是一招式把它打完啊，比如说打拳打四拳，或者是一个你比如说一个什么下上拳什么什么的，这些招式能打好几点啊，你要把它打拳，这样把它打拳的话啊算是一招。然后你打的过程之中你有这个连续的攻击啊，连续的攻击的话这一招你把它打完叫一招，然后连续攻击中断了换了别的招了就起了第二招，然后你打只能打四招，这个所有的攻击全部打到这个敌人身上，然后当你打第五招的时候你打他一下他就会进入保护状态，这个东西就叫三国战记里边的四招一式。这边吕蒙这里的话越着急啊打的越慢啊，不着急的话你还是慢啊，所以说吕蒙这里最后张灵剑，吕蒙非常怕张灵剑，打吕蒙这个 boss 的话有时候很吃脸啊，他一顿乱跑你追不上他。好，这边来到了吕布啊，一第二招第三招第四招然后一式啊打完，然后追地。好，追完之后直接这个一个毒啊，没有起毒啊，直接打了，直接一个一套拳加一个神龙摆尾直接带走了。这里来到了陆逊，两个人要合击，再给一个毒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神龙摆尾，再给一个毒，一二三，那边白张啊跟上，最后追地。好，这里来到了左慈，因为两个张飞的话打左慈不太好打，选择了卡叔啊，哎，左慈不太听话啊，直接跑掉了，没有卡到啊，这里再烫回来啊，这样的话左慈就直接被带走。他这个火叔的话还是直接给火叔打到了第二层啊，这样的话左慈想跑也跑不了，直接就被烧死。好，来到了徐楚，一二三，
前天冲一二三一二三四，哎，你看这就是一个完整的四招一式啊，毒一二三前天 A 一二三再掉头一二三，哎扎，哎这边想打尾联啊，因为巡捕个特别大啊，这个神龙摆尾一下是扎不倒他啊，就会重置，重置之后继续打，第一次没成功啊，然后第二次成功了，这里话取数的话其实是慢了一秒钟啊，不然的话能直接一套打掉啊。好，追地啊，这边打黄盖子就是魔杖自己打，咱们看一下完整的四招一式啊，一招一两招三招四招，然后一式啊直接收，一二三四，哎，一个下前拳，好，最后一下啊，直接就是一套就带走。魔杖的这个伤害啊，确实是高，但是魔杖这个角色的话，它是没有能量槽啊，就是说没有能量，而且血特别少啊。好，使用这个小金珠啊，就是一个小石子来起手防一手，哎再一次起手，哎这边直接打到了冰啊，被 BOSS 反夹拖过来啊，这边反正也没有时间躲，好、啊、前天 A 掉头，这一下手法很细腻，好，这边来到了魏延啊，魏延过板的场景的时候直接选择了使用天书啊，这个使用这个电书，电书伤害非常高，这边直接毒系统暴气，一二三，一二三四，直接接血杀啊，好，这边再毒，没毒着，再毒一次，哎，这个魏延这个挨打的优先级啊，在上边的时候是落后于小兵的啊，到了下边魏延挨打的优先级会优先于小兵。什么叫这个优先级？就是你同时打两个单位的时候，有一个单位先挨打，有一个单位后挨打，这个东西就是优先级。魏延没有进水路的时候啊，魏延的优先级是低于小兵的，进了水路之后，魏延的优先级就高于小兵了。好，这边选择了隐身衣打司马懿啊，打司马懿的话也是由魔杖来打，这边双张飞的配合的话就是两个张飞一起出现啊，比较过瘾啊，他们两个配合并不是最快的组合。好，这边来到了最终的 BOSS 曹操，曹操也是魔杖打啊，先打一个完整的四招一式，然后还想打尾联啊，想继续一直打，这边起了隐身衣，好，两个人合击了，这边被挑开，然后曹操跑了啊，躲过了血杀，躲一手一二三一二三，这边白张也是追击着打，再来一套啊，好，没有打掉啊，没有打掉啊，这个血量的话计算的话没有那么精准，因为前面掉招了，哎，这里曹操自己撞火啊，直接被带走。好了啊，这两个玩家也是很强力啊，打得也很过瘾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，咱们下期见，朋友们，拜拜。